抓住了，昨天晚上。这一溜两溜，都是把车把给拽了。这个地下停车库，进去一个男的，从凌晨两点多开始进去，一直在下面晃悠着寻找着，最后他把那个灯管里面的灯管给敲亮了以后，开始对车辆摆车牌、摆倒车镜、砸车，然后看见好车，基本上那里面停下停车，老车不砸，净是好车，奔驰、宝马、宾利，下面查了查，大概有30多辆左右。